爱评网的网友大家好，我是蓝正龙。电挪诈11月11号电翻全场，一起来趴。关将手其实那一只真的蛮重的，大概有30公斤跑不掉吧。然后他们都用单手拿丢来丢去，有时候在闯，也是一种新的，不知道，我就是有时候觉得当演员就是这一点好玩，虽然很累，可是好玩就是又到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去观察。然后昨天玩的时候觉得还蛮好玩的，因为我小时候也有这种同学啊。就是国中的时候，他们都会学那个民粹嘛，这么说。因为那时候都是比较坏的小孩子在玩嘛。然后现在我觉得就是又不一样的世代了，因为其实那昨天去玩那几个小朋友，跟我以前那几个同学去玩的心态就不太一样，就比较健康啊，然后其实也算一个职业这样。其实真的蛮不好掉的，就其实。所以你在等的，我早就讲了，这样子的话就会过。那你尽量现在去控制说，我过来的时候，他那个下单就过来，到，对，直的，都高了嘛，都是火锅，两三三，对，就是管。对，来，丢出去的同时再去转。来，准备 ，Action！